哇哦，怎么了？哇哦，嗯，谁都叫我弟弟，姐姐不想叫。嗯，你打几分？你给我打几分？你先自己打，因为跟我打干嘛呀？你说我多少分吗？你先打，你先打。我呀，我觉得七八分吧。啊，是吗？嗯，比我想的高了点。没有，没有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鼻子或者眼睛都挺好看的，嗯，怎么样都好看，嗯，商业互捧，这周也很好看，对，这周也很开心，希望大家每一周也都要很开心哦。一旦熟了过后，就是人设就有点不笑话，人设就有点崩塌，就是那种。哎，说个最好吃的，我们两个一起说，看是不是三二一是不是一样的，嗯嗯嗯，好吧，嗯，三二一，酸笋鸡。这个算野生小技巧吗？就手指能这样动。算啥呀？这不是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们试一下。你行不行？我可以。哎呦，好，再见。谁不行？再见。一分钟啊，已经过去十秒了。还有四秒，还有三秒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十，可以了，九，可以了。你这个太粗糙了。这麻花就这样。林华君有麻花辫吗？有啊，林华君双麻。两个麻花辫对吧？弟弟是第一次看女生现场扎麻花辫吗？其实也不是吧，其实也不是吧。上学那会儿也看过女同学编麻花辫啊，在现场他们自个儿得自己补妆的时候也自个儿人，这个天天拿着自己头发在，我就，不也是编麻花辫吗？哪有？头太小了，不行，要坐后面。这样看谁脸小？哦，不要。